想起夏日的太阳，生活不变，压力不断，多么渴望放下身段去流浪，头顶着酷热的脂肪。开口笑，连环炮。让我们现在观众朋友这么有精神，所以你也很愉快的跟我们度过这个三分钟非常有精神、非常轻松的时间。哎，忙着进行我们的现场版评分明星对抗赛。说到这个分组对抗啊，大家都很喜欢跟着小组，因为小组呢年轻力壮。那如果跟到八哥呢？这八哥是个老古董，年轻并不一定什么都好，因为小董他是个大饭桶。我还在。可可心牙爱被宠，健杰的歌声与众不同，梦想力日渐在走红，怎么可容貌很出众，比赛绝对不能太轻松，大家一起往前冲，看看到底谁成功，谁成功。哎，今天四位来宾，三位是美女，而且他们的参加呢会引起我看杨千玺的压力很重。不会不会，各个身材非常高挑啊，三位也不是盖的。这个是我们游戏，不是说光是靠身材，要靠脑筋的。尤其我们还来个神马傻，所以呢，今天势必是个中西对抗，哎，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比赛。好，来来，先来点将，来，老师来。哈哈哈！小董，小董，悠悠一龙哟，哎，赢了啊！不好意思，王健杰，我要像请神一样把他请过来。行行行，不像歌唱的好，抢位置抢一流，歌坛唱将，乔可欣来。我希望待会儿英语老师呢多弹点老歌，那你真的没问题，好不好？我哪会那么唱？来，不，八口小董，有用一种用。哎，没了。哎，杨茜茜啊，杨茜茜被你选走了。那鸡安妹，你还有鸡安妹，你还是留在那边啊。我们先把这个梦想请到这边来。你完了。这两个蛮难选的，比外形呢，沈猫子还不错；要比智慧呢，他们两个差不多。来，帮忙拿一下。来，老师，我们点将来。不要点将啊！八扣小董，有有一龙又赢了，赢了。哎，赢有权利决定。开玩笑，随便你选，两个都不要。是这样的，我要想那个啥，好，因为呢，我想学英文。好，太好了，来，我们季安妹不得了，季安妹跟杨茜都在我们这一队。哎呀，那完了，那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你苦我是劳其筋骨啊，没关系，来，你们先喊加油。来，我们先看我们这个观众啊，我们这边拉拉队啊，有没有茜茜啊？有。说没有，有人说老实话，说没有。哎，我喊小董队，你就喊加油啊，小队。啊，不得了，122.9，哇，点九啊，有没有增加？128.8，蛮高的，不错啊。记得128.8，来，我们这边来靠近一点啊，那个慢啊，八队，加！哇，够齐够齐啊！你刚刚说120几？122，122.8，128，我们127.2。非常可惜，恭喜我们这边的拉队可以得到高级休闲饮料。好，今天我们靠着这边两位来变，好吗？那你们刚输了，让你们先来吧。好，我们先来，你们谁声音比较大？乔可欣，你，季安妹好了，季安妹试看好不好？我试试看。来，那真的，八队，八哥队啊，完了，要加油啊！也不错啊，126.1。这个成绩真是上不了台面。没关系，你们谁来？我们找个外国人好了。外国，身份上 OK。哎呦，有大叫一声。要说什么？大叫 OK， 就出来。尖叫。Yeah， you。哦，他会尖叫。一起 OK， 来。我喊一二三哈，一二三。131.5。这一票我们有什么收获吗？我们先得500块钱。一开始就有好兆头。哎，来来，你早说嘛，那我再叫大声一点。好，真的还可以。我给你1000块，你再叫我一次。现在叫半天，好像今天你们这个啊士气不错。开玩笑，一开始就感觉。那个观众特别来宾叫的声音很大，气壮山河。没关系，小时候胖不是胖，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现金满天飞明星对抗赛。来，走快点！
葛新，我就知道你会被第一个淘汰的。小董。在冬季的冷风里，总会想起夏日的太阳。好，今天我们唱个不停啊，大家就是只有一位歌星，所以也无所谓啊。杨希算半个嘛。本来是蛮有歌星气质，到我们节目以后已经不像歌星了，像巨星还是歌星啊？还是歌星，对、啊，那你要唱那么好，你要表现你像个歌星的样子嘛，好不好？嗯，你这样子被越来越像吉安妹了。来，老师，音乐请聊。爱表现，爱表现，你不要去玩，会唱啊？你会上？爱表不表现？只是是一面幻梦。心若变难难看，难看失去希望，为你醉茫茫。哎，好，怎么样？都会唱吧？那个吉安妹，吉安妹独唱，现在被抓到独唱，漂亮。来，吉安妹，不好意思，来，音乐请聊。来，你们俩真的不要帮他，好不好？真的。只是是一进门晚谈，漂亮。发冷汗，心跳差点停止，这五百块赢的实在太辛苦了。有赢吗？可是我们也唱啊，我们也唱对啦，应该平手啊。他们有三个，他们有三个上去唱。你会不会玩嘛？来下首歌。哇，连哪一国歌都不知道。安全魅力，安全魅力，安全魅力，上去唱。My darling, I'm hungered for your touch. 哎，你看怎么样 ？A long, lonely time. 哎，这个就没话讲了吧，对不对？对吧？这就你讲的，我们中国人最爱这个好客了。我们这个乐队老师也是来一个这个国民外交，特别送500元，你以为是真的吗？好，那我去跟他领吗？哎，我当时跟你领了，500块啊。好，我跟你到这边，你们有多少钱奖金的累积啊？来，1000元，我们多少钱？1500。哎，那我们随便玩玩就1500，才差500没关系。那没关系，我们还有一首歌。我真的很佩服我们乔可欣啊，你真的跟外国人一样啊。我第一个选你，麻烦来首老歌好不好？越老越好，来，请聊。哎，重金点，重金点，最后啊。回家想想，哎呦，你看。回家想想，要去行。哇，呵，再会，我的故乡甲心情。又上来了。亲爱的父母，再会吧。王健姐啊，你先休息，你蛮会唱的。我呢不是不相信什么才会唱的歌，可是我从来没听他唱过闽南语歌曲，所以我想听他独唱一下，观众会有点喜欢，对不对？来来来。来干嘛？回家，回家。听他唱，听他唱。音乐比较好一点。音乐老师不好。啊，那个音乐不要不要。老师啊，那个他说你跟不上了。他说他唱的是美国版的 pop， 你不会弹。他是这是 rap 啊。太高了一点。好，那你唱低一点吧，预备 ，come on， 唱。回家，长长的一起家。不。再会，我也够用要起家。在那边 rap 嘞，要起家。亲爱的一杯。Yeah.
字名归吧。哎，这个对不对？我们来来，哎，你为什么拿一个？我们也是两个，你们两个，我们也两个。哦，姐妹，你为什么？我们刚也是两个。姐妹慢上来啊！你为什么上那么慢呢？你会就上，不要怕。接下来进行我们下一道题目，来，请看影片题，华语周启迪。这里是绿岛，我们在画面上看到是台湾第一艘观光用的潜水艇，这艘潜水艇呢马上就要潜到海里面去，带我们一览海底美丽的景观。同时呢，在潜水艇的行进途中呢，旁边还跟着有潜水夫。哇，海底世界呢真是景观非常的漂亮。现在我们的问题马上出现了，您看这潜水夫呢手中拿的是一个海底的生物，长相呢非常的奇怪，毛茸茸的，黏糊糊的，哼，您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呢？好，这次我们去绿岛旅游呢，发现绿岛是目前台湾所有海域当中唯一没有受到污染的海里的生物呢，保存的相当的齐全，希望大家有空去参观，但是呢千万不要在水中呢捕捉一些不该捕捉的生物，不要破坏了这景观，是最后的一块净土啊，希望大家告诉大家。好，到底刚才生物什么呢？请大家，哎，大家来猜啊，来，我们计时五秒钟，来，珊瑚吗？好，时间到，来，我们两边的单翻出 来，我们看，我们台大的高材生说那种玩意儿呢叫珊瑚，活珊瑚，珊瑚有活着的啊，我知道活珊瑚，哎，这是谁写的？海参，为什么？我想那个样子长得像海参，我常常烧菜，所以我觉得它海参。因为摄影机拍呢，它会变大，所以它肯定是海参。我肯定用摄影机拍会变大，放到锅里面就会变小。好，我们形容恰到好处。来，我们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哎，这个答案呢就在我们的手上。哎，这个标准答案呢，果然就是梅花参，是海参的一种。不好意思，哎，我们又挣500块钱了。哎，所以啊。因为孟祥丽的贤惠，他经常做菜，我们这个单位又赢了500块钱。不要急，我在这向我们最高媳妇的同学齐上三鞠躬，今天把海参看成活珊瑚，没关系，谢谢你。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吗？看过这么大的。好，来来，我们继续下一题啊，狂想题，来看到什么题目？来，请问他打开倒出来会什么东西？来，计时5秒钟，来。茶叶吗？还是牛奶？珍珠奶？那还是做珍珠奶？对，这样调出来的是什么？茶叶。Marble 什么东西 ？Marble 香烟啊？不是弹珠。弹珠哦，弹珠。那你觉得呢？我觉得应该是茶叶。茶叶。好，决定一下，茶叶还是弹珠？弹珠。弹珠。弹珠。里面要什么？这个比较年长的朋友看过日本电影啊，小栗旬演的这个赌博的片子，摇，所以你们应该有这样的想这个联想啊。其实骰子啊，没想到你们几位都蛮笨的，猜不到，也不怪你们。不是，我们不赌博啊，不赌博。哦，真的吗？不赌博，现在干嘛？现在就在赌博，我赢你100块。黄小明有出这个单，真的是这个，哎，真悬了，异想天开，不知道要再发挥大家的想象力。来，我要考你们一题了，没问题。好，请对方注意看。
球打出去，突然吓一跳，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发什么状况？计时五秒钟，计时开始，计时开始。来来，什么？时间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结果怎么样？之前是那个墙壁倒了吗？现在是墙壁门，然后通通都倒了。房子都倒了，你觉得呢？快快快！我觉得是有一个人跑出来了，接住。有一个人跑出来把他接住。答案你好了，请看。就有一点像我们以前的这个脑筋急转弯，非常有趣。好，我们进下个单元。什么进下个单元？都记得你们。我跟你讲，人没有为了友情会翻脸，就为了钱会伤感情。赌性坚贞。好，我们下面就是手忙脚乱的大风吹。你们这一队大风吹的实力比较坚强啊。那开玩笑，很强力，什么早真的不得了啊。但是非常抱歉，什么时候今天呢？因为穿了一个短裙，不方便，不方便，怕呢这个一坐下去走春光外泄，穿帮，所以呢，那怎么办呢？有小弟，由你来带他的位置。那你是不是就换裙子呢？我还换裙子，我就是因为穿长裤，所以我来了嘛。好，那现在开始，什么时候过来主持？小董麻烦来去啊，比赛一下。好，那我们这个胜算又更大了。好，来，来，我们音乐请开始。嘿，来摆出 pose 来。来，走快点！小可心，我就知道你会被第一个淘汰的。为什么不要？哎呀，小夏，照顾你。哎，不要急，不要急啊！季安妹，你在干嘛？季安妹。你在拍暴力的影片啊，暴力梦想你啊，来音乐请下。小董，嗯，没有关系，我现在我感觉上啊还是蛮不错的。没关系，你被淘汰了，请坐计程车回家。来音乐请下。哎，三位可以分一分。那么输的队呢也非常难过，你们有高级的对比一套，这种爆炸题，爆炸题是5000元啊，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得到。好，来我们看题目什么，来观众朋友请注意了。不得了，我们刚看到八哥呢，真是呢，真的英勇过人，尤其呢老当益壮，艺高人胆大。他老人家呢，哇，跑了这么长的路，尤其呢攀上了这么高的一个岩石，非常的惊险。那么现在我们的 Q 来了，问题就是呢，请问八哥为什么要这么卖命呢？攀上这么高的岩石，他到底要做什么呢？既然有人提示说我想不开爬到上面去，哎，自杀是不可能，因为现在看到八哥这个是自杀，当然不是这个答案了啊。不过我说真的，那边风景非常美丽，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山上去呢？对不对啊？对，来，我们计时30秒，5000块的奖金。来，八哥这里为什么要爬上去？哎，你说你看风景，答错了，答错了，看风景答错了，还是别人？哎，你说钓鱼，哎，钓鱼也不对。来，这位粉红色的，啊，去找宝藏啊？对，来，那个军人。烤肉啊，我一个人去烤肉。好，哎，来来来来来，这位这位，看风景，人家讲过了，没有不算。来，你们来，你说，这叫祈福是吧？求签不对，来也不对，来，小弟弟，自杀。哎，你说，他人还在这，怎么自杀呢？哦，那是一个岛的制高点。啊，其实也不是，嗯，在这跟大家讲，还有一个绿岛有很多野生的动物，因为他们放养的很多，其中放了梅花鹿，还有什么呢？来看看我们影片到底怎么回事。看这边有很多的山羊，而且是野生放生的山羊。八哥呢，为了要吃一锅羊肉炉，所以在这边追杀这个羊。
而且呢手上再拿两块，这个大家可能没有看到，拿两块很大的石头准备要去追这个羊，准备的一投下去就让他毙命。现在我是在尿尿。八哥为了吃羊，所以呢去追这个羊。没有，其实啊，这个蓝屿有很多野生动物是放养的，像山羊也是放养的。当然山羊很多哦，对不起，是绿岛不是蓝屿啊。山羊很多，结果这小羊刚刚可爱，我们想看能不能追上小羊，抱着它玩一玩。哦，是吗？当时一起跑的呢，还有我，还有小董。小董可惜呢，未老先衰，跑一半就跑不动了。你说对，老当益壮。那个就是我。那个岩石还真的是我没有爬上去，哎，蛮可怕的。三四个人一起跑，但八个真的是啊，结果那个山羊啊，蛮厉害，一下一下就不见了，怪不得叫山羊。后来那个味道吃了还好吧？没吃，那个是禁止捕杀的。你不要老谢我一步。非常可惜，这个答案呢没有答对。希望有机会到绿岛去玩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野生的鹿、山羊、野生的山羊，还有野子蟹。好，今天就到这边，谢谢您收看，别忘了继续收看我们的《开口笑连环炮》。的冷风里，总会想起夏日的太阳，夏呀，在我身上。身体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老 K 吧，你是为了我的健康才才不让我抽烟，是不是啊？不是，我是为我自己的健康，我先不要抽到了手烟。